西甲喺 Now Sports 有得睇啦！原赛零九杀科战，皇马誓要以胜利迎接2010，而拉科华伦将爆发两强对决。星期六深夜，率先上演不尔包对奥沙辛拿，紧接西维尔对基达菲，尾场皇家马德里对萨拉科萨。至于星期日深夜，爱斯宾龙对艾美利亚，尾场拉科鲁尼亚对华伦西亚。要睇就要睇最好。